我们现在正要坐着三轮车去 Air Formosa， 这是我们第一次哦。哎，我不知道，这是我第一次。我算是我第一次坐三轮车去 Air Formosa， 我也是。然后呢，其实我们两个有些看起来我们小，可是其实还蛮挤的。我觉得蛮挤的，没有，其实是我肥。我知道你这样是我肥，好不好？没有啦，没有啦。好，我其实很期待他们待会会播什么音乐，因为我知道的是，我们马六甲的三轮车呢，他们被装饰的超级漂亮的。每一辆的三轮车呢，他们有不同的主题哈、哦。就比如说这辆，你看有红色跟黄色的这个花卉去装饰它，有些还有 Hello Kitty 的嘞。你看像那边那一辆，它就有那个 Pink Panther， 还有 Baby。我们的 William 他们在那边，然后现在呢我们正要等待他要播什么歌曲呢。刚才我们有问他说要播那个巴尼亚的歌，然后他呢这位仁兄呢他就问说可不可以播一些比较摇滚的歌曲。对啊，我们要把整个马六甲给摇滚起来，你知道吗？让他摇滚罢了，他一边摇滚一边骑更好。我不想摇滚哈，好不好？我们今天一定要充满着一些比较浓厚的艺术气息。好了，我们现在准备走啦。OK， 拜拜。拜托，你快点啦，不过不敢听个。啊，他们 fashionista， 不敢听个。其实这一次是我第一次拍这个 Your Traveler 的这个节目，当然我开始的时候是感觉到很紧张，就是又很心情那种期待。昨晚呢我只是睡了两个小时哦，我觉得我真的是睡不够。今天呢起来的时候反而就非常非常有精神的，就准备要来到马六甲。我觉得说来到这马六甲第一件事情我看到的是哦非常不一样，因为这个马六甲呢虽然是我们发展中的一个大城市，可是呢它还是保留着一些古色古香的这个古迹，还是保留一些不同的这个特色，跟其他一些地方是非常不一样的。所以借这一个Your Traveler 的这个节目呢，我可以看到很多东西，看到很多很多，尤其是我在这 Mini Malaysia 的时候呢，就看到了13个州不一样的屋子，然后里面他们很多形形色色的人物，他们的穿着，尤其是告诉你，我婆婆是一般人，然后我刚才也看到一般人了，我自己的领袖。在还没有开始参加这个节目之前呢，其实之前工作上也到过很多地方，但是就因为工作关系根本没有时间说仔细的在观赏欣赏就每一个风景景点它的特色。但是这一次呢很高兴就有那一个时间呢，然后就真的一步一步慢慢的走，一步一步的去欣赏，然后很仔细的去观察每一个地方的特色啊，然后他们的人物啊，他们的文化啊，然后还蛮开心的。其实
刚才很嗨，听了那些歌曲之后，我告诉你，对啊，然后一边叫一边 move， 然后我们在赛轮车司机。其实他人好小只哦，差不多跟我一样的 size 吧。我觉得他骑起来真的蛮快的，到最后我们从第四名到第二名，对，就有那种赛跑的那种虫子。然后呢，现在我们要往下一站走了，所以我们等一下再见哦。幼稚，他幼稚不是我好不好？你看我没有说话。走啦走啦。他说拜托就承认了，他很觉得很幼稚。Where's my friend？ 我的朋友在哪里？我不能够启程啊！这是我第二次去马六甲，然后这次和上一次的经历呢，或者体验呢，很不同。因为上一次我们只是匆匆的带过，只是在那里跑了两圈，就是看看当地的那些景色啊，或者文物等等。然后这次呢，是真正的比较有三天两夜两夜的体验，然后能看到那里比较多，比如说那个机场街啊，那个是我最喜欢的部分。然后也可以看到很多其他的博物馆啊，还有那里吃那里道地的，最重要的是来到道地的华人的食物，所以我觉得这次呢，让我更了解马六甲了。这次能来到马六甲是一个很难得的体验啊，能看到当地的一些文化与民俗跟那个吃到一些当地的食物啦，我觉得是很难忘的一件事情啊。